这是美国之音在10月7号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宁馨。随着中国毒奶事件的扩大，许多有识之士都在问，为什么有毒奶粉的信息迟迟不能得到披露，从而导致许多的民众因为不能及时的知情而受害。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中国民众的知情权为什么得不到保证，中国政府是通过什么途径来管制新闻，尤其是重大和敏感新闻，为什么中国缺乏新闻自由始终是外界衡量中国人权状况的重要的指标。我们现场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权高级研究员、著名经济社会学家何青莲女士。何青莲女士多年来从事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代表作包括《现代化的陷阱》等，被一些书评家称为中国改革的良心。她最近出版的新作《雾锁中国》以详实的资料全面检视了中国政府控制信息和媒体的现状，被美国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专栏给予了崇高的评价。那么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自己对于中国新闻管制的看法。下面就是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0，再拨866-837-5161。在这儿也要提醒您，除了透过短波和卫星电视，您现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浏览其他的即时报道和音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何青莲女士，非常谢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参加 VOA 的节目。我们知道呢，最近这个有毒奶粉的事件是中国老百姓很多人关心的这个事情。那么能不能请您以这个事件为例子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呢，实际上有毒奶粉的信息在曝光之前几个月就已经被中国官方知道，可是这个信息没有让老百姓了解。那么您能不能用这个例子来跟我们说一下，中国政府是如何实行对敏感新闻的控制？要理解中国媒体的处境，有两句话，叫做政治家办报，企业化生存，又叫市场化生存。那么前一句话说的就是要政治正确，就是按照这个党和政府规定的主旋律，一点错都不能出。企业化生存呢，就是说报社呢，必须要到这个什么呢，市场上去谋求广告。那么这就必须要和企业搞好关系，这样一来呢，这个媒体的所谓简政化的道德原则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地位了。那么所谓政治正确，不是要求简政化，而是要有利于官方眼中的稳定，一切不稳定的因素呢都要排除。那么三鹿毒奶粉事件其实早在今年3月份就湖北甘肃等地都相继爆出这种事情。那么呢，企业采取了一些办法，一个呢就是对已经得到消息的媒体呢，和医院给贿赂，就是贿赂，就是以那个赞助的形式，然后媒体叫做封口费，就是让他们让他们以后呢不说了。所以在中国的报纸上，当时呢都是淡淡的报了一句说某企业，而且没有把这个事实的严重性报出来。那么对政府来说呢，奥运前要保持稳定，这样的消息是绝对不可能见报的，所以老百姓的知情权就剥夺了。那么所以您认为这个消息没有及时的报道，跟中国政府当时担心要影响奥运，当时这个时候所谓社会和谐啦，这个奥运光环的这个不影响这个奥运光环的这个原因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种消息即使在平时要见报也是困难重重。那么奥运期间更是一个特殊事件，任何不利于中国形象和社会和谐的消息都不能见报。所以呢，那个第一个点名道姓的报道三鹿毒奶粉事件的记者叫做简光洲。简光洲，对，他自己就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谈了他的矛盾，以及报道了之后他整夜睡不着觉，
做好了承受各种压力的准备。如果不是网络力量的介入的话呢，这个消息铺天盖地，弄得全世界都知道呢，结果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这个消息最终曝光跟网络上的这个谣言或者是网络上的这个说法有很大的关系。那这是不是说，那么很多人也认为，因为网络的这个信息无所不在的特点，那就会使中国这个信息封锁基本上不可能？您怎么看这点？那么最终毒奶粉事件最后曝光，您认为是最后是用什么因素促成的？是这样，这个网络呢确实使这个信息的普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但是呢从前几年开始的一个神话，就是说这个网络必将促使新闻自由。这个呢我觉得还要分开两方面看。因为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网络的这种特殊功能，但是另外还要看到中国政府呢在控制网络上发展出了一门独特的技术，就是控制网络。从1998年开始，中国就开始投入几十亿美元建立一个金盾工程。那么这个金盾工程嘛，我从2001年在金盾工程，金色的金盾，叫做英文叫做Golden Shield Golden Shield 就是金盾工程。对，它这个金盾工程在国内的它是报道的，但是它不是报道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监控功能，而是说要监控犯罪。那么老百姓也就不太在意。那么这个金盾工程呢，到奥运前夕已经全部完成。目前呢只是要增加一点新的功能，比如新发展一个什么网络技术品种，它就要增加一点新的功能而已。那么就是这一门技术应该说中国政府还免费无偿地提供给其他的一些那个专制国家，比如古巴还有那个共同分享，共同分享，而且是免费的，因为那些国家可能没中国政府这么有钱。所以呢对这个我们待会儿网络的我们还会来讲。但是我想就是问一个，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毒奶粉的事件，你说实际上在3月份就已经爆发，那么也出现很多事故。那这件事中国的官员肯定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我想请您给我们的听众观众介绍一种制度，就是所谓中国的内部新闻制度。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好像从共产党夺取政权以来就一直存在一种，就是说信息只对官员公开，但是是所谓内部消息，那么老百姓并没有知情权。您对这种制度是怎么看的？这个制度呢是几乎在这个共产党还在延安时期就开始建立，那么到最后呢就发展成了一整套。它是这种政治特权社会的产物。中国的内部信息呢，它是应该说这种特权表现在两方面。